降三高、瘦身、美容、养颜，还有现在有一些科学证明，就是可以抗菌防癌。好、哦，抗菌防癌哦。但是茶绝对不是喝一天两天就可以那个见效的。我本身也是长时间的、长时间的累积。喝茶，我自己本身有，你看我做茶，我是做了6年多，是，就从我自己本身的感觉感受得到哈、哦。我本来以前是快38腰，是，但是我现在是超过34腰。哇，你看一下，瘦身这样子，78公斤、嗯，现在是74公斤、嗯，你看一下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效果真的还不错。自己可以代言嘛，真的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英语熊猫的观众朋友，是也欢迎呢。您呢啊有空可以呢联络呢我们郭掌柜啊、对、哦、没错，然后跟他约时间，然后我们龙鼎雅集来这边喝茶品茶交朋友。是的，请问一下郭掌柜，您的服务手机是几号呢？我的大哥大是0966571618，0966571618。是的，请大家告诉大家。对的。好，再一次谢谢郭掌柜接受英语熊猫的采访。谢谢各位朋友，谢谢东尼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英语熊猫，下次见哦，拜拜，再见。